这个顾名思义，哈，心灵圣咏，大家可以看出它的重点是在一个，抚慰心灵，一个，然后一个 voice，这个声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它呢，这个 voice 你可以说是人的声音，也可以说是一个大自然的声音，啊，是，也是可以是器乐的声音。所以这个范围很广，而这个圣咏呢，你可以很自然会联想到一个宗教性，而这个宗教性对我来讲是很广泛的，它不是只局限在某一个教，某一个，这是一个对天地的一个敬畏，一个对大自然的热爱，还抚慰心灵，这些都是属于宗教的范畴。所以我选的曲子是以法国的曲子为出发，因为这也是我们这个乐器的一个重点。而当然宗教性，当然大家会想安魂曲，对不对？那很多很伟大的作曲家都做过很多很好的安魂曲，而我特别选的是佛瑞的这个。除了他是法国人之外呢，这是一首我个人觉得最感人的一个曲子。为什么？因为它最简单、最单纯，很朴素。其他的安魂曲都是比较鬼哭神嚎一点，这个曲子是以它一个朴素的美，而且我特别选的是一个室内乐的编制，这除了是佛瑞本来的意思之外，它也最贴近这种简单的美，所以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圣咏。而那法兰克的交响曲呢，它是可以说是一个对比，它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没有人声的歌乐，因为它也是充满了各种曲调，很美丽的曲调，很多是一个交响曲，它又有简单的曲调，很美的曲调，又有很繁复的一些对位，或交响乐、轻鼓、器乐的这些积极的乐段，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对比，就是它对我来讲仍然是一个歌乐。那更特别的就是洪崇坤的这个曲子。其实洪崇坤老师，我对他很感兴趣，就已经委托他创作曲子。对我来讲，一场音乐会，三个曲目是要有连结的。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Vox Naturae， 我觉得非常配合这个我的想法。所以说，在心灵圣咏之下，包含有法国的东西，然后有非常东方的一个东西，然后有最前卫的手法，可是又表现出一个对我来讲一个中国哲学的一个气韵。其实从我学习作曲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关于文化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作曲作为一个职业，或者是作曲家作为一个职业，作曲作为一个技术，这个似乎是比较是来自于西方的观念。所以说呢，当我们接纳了这一套西方的观念跟做法的时候呢，经常的我们就在思索说，我们怎么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找到我们的文化认同。那这几年来呢，其实呢，我也曾经努力的尝试使用一些传统的素材在我的音乐里头，可是毕竟我总觉得说，对我而言哦，我跟我的上一辈的老师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老师们如马水龙啊、卢岩啊、赖德赫，他们在过去他们的生活经验里头有很多看野台戏啊，或者说看京剧啊这样的一种的经验啊。可是对于我自己生长的背景来说，这方面我觉得说我比较没有这样的一种的生命的经验，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有可能去找寻别的路径来表现我自己啊？那 Vox Naturae 呢，这个是一个拉丁文啊，那基本上就是说自然界的 Vox 就是 voice， 就是自然界的声音，
我是这样的灵感最初是来自于庄子，庄子他讲到说这种世界上有三种主要的声音，叫天籁、地籁、人籁，然后那这三个声音呢，就是都是仰赖一种气所造成的。那当然庄子这样的想法呢，最早其实来自于老子了哈。老子他就讲到说哈，人类的声音发出的声音，也就是我用的这个字 voice 或者 vox 这个字，它是一种我们人类从体内送气，然后经过我们的发声器官，然后发出声音来的一种方式哦。那这样的方式，他认为说由气所带起的一种共鸣，所鸣振、鸣响那样的方式呢，其实可以跟天地之间那种充满了气流，然后那种气流呢碰到不同的物件，例如气穿越森林啊，穿越山谷所发出的声音，那是可以互相比拟的。所以说他认为说天地之间其实就是像一个大的鸣振的器官，它基本上有气，然后它可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响。那基本上我的 Vox Naturae 就是从这个想法开始，所以我可能在这个曲子里头在模拟大自然之间气流的流动所形成各种声音的变化。通常我们对一个乐曲，对一个交响音乐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想法，它通常要有优美的旋律，每个声部有他们可以说各司所职这样，然后合起来一个非常非常和谐的那种，一种很和睦的，或者说即使是很大声很即兴，总是是一个带来一个习惯的声音啊。而这个曲子你完全找不到这些东西，它就是要突破西洋乐器的管弦乐法的那种局限，所以它做的是很激进的，就是几乎没有一个乐器是奏他们平常苦练多年所练出来优美的声音。翁纯坤老师也自己带了很多自己制造的乐器，本来是就是一般乐团是没有的。这个说挑战就是一种观念的翻新呢、啊，你要带着一个新奇的心去玩那些声音。这个排练的过程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你不能以一般的排练的程序去走。你如果说看谱的话，里面写了很多字，说这个要怎么弄的，这不是一般的记谱法。而所以作曲家都要在花时间解释说他的声音怎么，他要怎么样去吹这个东西。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过程。我必须说，大家在这个乐团在这之间是完全的一个抱着一个非常新奇，而且从头到尾都得到很大的乐趣。我本人也是。在这首曲子里头呢，除了希望去追求那种大自然声响的模拟之外，同时我想呢，我这个曲子对于西方的一种的文明也是提出一种的挑战跟颠覆。那为什么要颠覆西方的音乐文明或西方的音乐文化？基本上就是一开始我所说的，我们面对于西方的技术到我们东方来，我们作为一个东方人接纳他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全盘的接受，或是怎么样子？我不知道。可是
我认为在我这个曲子里头，我试图使用它们啊，失宜之长以制宜。如果说用一个很古老的词来说的话，把它引用进来，可是我却把它颠覆掉。所以这是我采取的一种文化的态度，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例如哈，我为了要颠覆掉西方的十二平均律，所以我就刻意使用一个我自己去砸接的一种的管子出来，让它的音律发生了变化。这其实是一个直笛啊，一个直笛，直笛我把它拆下来，就那拆下来之后，直笛它本身它的音孔有调律，可是这个直笛不是从它原先的那个方式吹进去，而是倒过来的时候，它的音律整个就被颠覆、被颠倒了。所以整个声响出来的时候，那加上我用了一个玩具的吹嘴的时候，所以它出来声音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声音，那律也完全不是平均律。所以我你听一下，有。其实这些声音哦，用电子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我就是偏偏不用电子的声响。其实这个就是艺术，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技术嘛。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艺术其实是受到局限，我们知道它在局限之下发挥了我们不预期的一种的可能性的时候，它就成为艺术，对不对？就像说我今天有一些钢琴的非常快很快，可是我那个东西我如果用电脑来弹，可以很快啊。可是电脑来弹没有什么，可是当一个人可以弹很快，哇！神乎其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艺术。所以今天这些声响，或许你可以去录风声，可以录雨声，或者说用电子的方式去合成，那没有什么。可是就是不预期的说，你哎，今天看的是一个管弦乐团，怎么竟然管弦乐团可以发出这样的声响？我觉得它的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表现的地方的精神，就在这个地方。这几年来呢，我逐渐在想说，我是不是有可能找到一种方式是超越文化的，是人类所共有的，而不是需要仰赖不同的文化的一种的经验才能够去影响的这样的音乐。因为我们知道音乐其实基本上它是必须透过学习，它有它的文化的一种背景。例如听一个歌仔戏的老太婆，她可能不会去欣赏贝多芬，因为对她来说贝多芬的语法对她来说完全陌生，所以可是对我来说，我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就像白居易说他的诗老妪都能解，我想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根本不需要透过学习，不需要透过文化的一种洗礼，我们就能够很直接的就能够理解这个音乐。所以我逐渐的就想要说，我是不是应该回归到一种在超脱人类文明的声响，这样的声响就是可能来自于大自然，或者说人类所共有的一种的生命经验。例如这些风声、雨声、雷电啊，包括地震来时候的声响，这些声音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个不是没有文化背景的需求，你就可以理解到它是什么。所以呢，我想我这个自然之声其实就是我在找寻这样一种方式中间的一个产物。